应该有2斤多的池仔吧，现在挂下去啊。哎呀妈！来了啊，看一下有没有搏到机物的机会啊，看看我有没有那个运气啊。一竿，希望一条能钓到那种一条就能回本系列啊。来了，这里的水深大概是150米左右，我到底离底3米，到底了以后升高3米起来就定静等候它上大鱼就行了啊。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运气啊，希望你能带给我好运。哇，来了来了，哇，这一条5斤的，来来来来来，要抬杆是吧？来来，这一条也试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百斤巨物啊。放了下去了啊，来，这里的水深也是150米左右，这一根杆放了啊，然后我这一根也正在放。十几分钟后，还真的又中了，还真的又中了！哇，你看，呀，金哥，刚刚金哥已经在了这一条，还剩多少米啊？还有六十米吗？刚刚你那条鲨鱼跑了，可惜哦，这一条应该不会跑。超过200斤，已经看到影子了，白色的。这一条应该不会跑了，这条新线啊，有可能是石斑，非常亮展。大石斑，不是大石斑就是大藏红。你们看到的5、6斤的黄鳍金枪放下去的。我收不起来，收不起来，要不要去拿个手套给你啊？我去拿个手套给你。来，只有一个，带，再两个，来，带个手套，免得等一下搞伤手。我钓了一条200斤的大鲨鱼啊，然后这边又中了一条啊，哇，太棒了！用了是吧？用了。他要戴一副手套的话就好很多，绝对能拔上来的。太多大鱼了今天。最好。大张红可能是大张红。我去叫。上水线它就不动了。张红刚还有力。这不可能是大鱼。还是戴着手套稳一点啊，不会给手线手不会给线割到。稳一点啊，看这个杆。不会的，不会，没事的。还有二十九，准备上来了。来了。稳住啊，稳住啊，军哥，稳住啊。今天真的是巨物横行啊，今天。啊，不怕挂，在船头就是不怕挂。应该不会摸船底吧？应该不会摸船底吧？应该不会，希望不会，顶得出来，应该顶得出来，顶出来就没事。应该不会挂到我那边吧？我刚那边忘记收了，希望不会。出来了啊！万幸，出来了，还有十米，绝对稳妥了这一条。我已经看到白色的了，这一条。叫船工再拿多一个大钩下来，就2个人啊，稳住啊！哦，看到鱼了，我已经看到鱼了。到这里都断了，真的是啊！真的是太可惜了，这一条。到这里都磨断了，看一下是什么鱼。哇，不会又是鲨鱼吧？还是鲨鱼啊？哎呦！